你有办法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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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办法吗 ？Q 宝不在家自学。妈妈说，学习文化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虽然我不喜欢神奇宝贝，但是我喜欢日本东京。我来了。我喜欢东京地铁。日本桥，就是前面右转，你就可以看到。早上的浅草寺不仅人潮很少，还可以看到幼稚园浅草寺幼稚园的小朋友上学。Look at this. Is this the biggest fish you can see here? Go ahead. Then. What's the number? 5. 5, okay. 非常好, very good, you can read it. Okay, 51. 自己, so, find the 51. Push on the 51. That one, right? So pull it okay, out. Okay, grab one. 爸爸帮你拿。And pull it out, and we can get the one. Okay, 它上面写什么？你是 monkey 对不对？ No, 好可怕的 monkey。 东京晴空塔是我们第二个景点。就是这夜市要弄鱼，金鱼的浅草塔，浅草金鱼。我们决定吃饱饱，走步道。2020年才正式启用的 Sumida River Walk。那好可爱呀！哦耶，对啊！我想要那件呢。Q 宝对日晷很有想法，我想说这辈子人生第一个日晷呢，哇！然后其他的日本小朋友在干嘛？我真的走好远哦，浅草寺在河的对面呢，真的很高但是我不怕。真的，你有办法吗？你有办法吗？超多人的。Can you handle? 那边就是。你有办法吗？来吃这个咬住。嚼。好吃。好多人啊！我们早上很早就来了，所以该吃的都吃了，还好。你看昨天你吃的就是这个，不可思议啊！好了，走，你走你的，我记录你们两个。来日本就有冷得要命。然后我们从竹地市场出来了，好好吃，好甜，好好吃，好甜，好好吃。ビスケットにグミがあります。入れちゃい入れちゃい。宇都宮サービスでルックチョコ入れちゃい入れちゃい。はい、それがいいからもう一個だ。然后小男人已经在地上蹲好几次了。
阿美横丁的烧肉超级有名，超级好吃。有一个人坚持要把东京地铁的每一条线都搭完，累到不行了还是不肯放弃。我就是喜欢逛街，东京好好玩，我要再来。按赞、分享和订阅 ，Love you。一个人吃饭工作都有，就是压力太大，压力太大，然后你就在 你的人生就要在那个地方关一天八个小时，每天关一天，真的不可思议。在美国还是每个人都会建房间的，可是他们不是啊，他们就一个 cubic 一个 cubic， 惊人啊，惊人。但竟然有是不是有意犹未尽，好像是东京还没逛够。